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 IOH。那感谢Johnny Walker 的赞助，这支影片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大纲，我会先自我介绍，然后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、科系，还有我们大学做的事情，还有我印象最深刻的课程，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经验这样。OK，那我先自我介绍，我是王启安，然后我就读台湾大学电机工程学系。然后那张照片是我们的玻璃管，就是电机三管，也就是我们最常戴的吸管。然后我高中念建中，然后我的兴趣是打爵士鼓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电机系的系服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就是它是一个由电子元件拼凑而成的一个爱心，就是我们的电机型的感觉。好，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台湾大学的一些学校的生活。那台湾大学它是一个就是学风很自由的地方，你除了可以修自己本科系的课之外，当然废话一定要修，然后你可以就是选修一些你有兴趣的课，像你如果兴趣是挖骨头啊，那你可能可以去修一些挖骨头的课之类的，就你可以做很多选择啊，你可以双主修财经啊，或者是法律啊什么的，当然你要不要上课也是可以你自己决定。然后台大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，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在修通识课啊，或是修体育课啊，你就常常遇到一些很奇怪、很特别的人，然后你都会发现，诶，他们好像有什么很猛的专长这样，就是像是什么，有人可以心算超快啊，什么四位数的加减，然后比计算机还快之类的。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以后很重要的资产，不管你以后在自己工作啊、找工作或者创业上面，就是我觉得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人脉这样。然后还有台大的软硬体很多，就是又很新，像是台大的总图很棒啊，然后台大的新体也很大，对吧？然后台大又有很多各种活动，又很喜欢各种创新，然后有很多比赛、很多奖金什么的，反正台大真的是资源很多一个地方。然后我还喜欢台大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腹地非常非常广。它附近就有像是百老汇电影院啊，或是有练团室啊，或是有公馆夜市啊，反正而且前门有公馆捷运站，后门有科技大楼，反正它的就是整个交通我觉得非常方便。然后我要介绍的是我们电机系，我们电机工程学系，其实我当初就是进来念之前我也不太知道是什么，然后随便找一个我认识的我表哥，他刚好念台大电机系的。我问他说：“哎，哥哥，那个电机系到底在干嘛？”我可能会念电机系。他说：“我想一下，我举个例子，哦，你看那种做遥控器的，就是电机系在做那种有跟电有关的啊。”然后我说：“靠，我为什么要做遥控器啊？但你看我家也这样子，就觉得好像没有很酷这样。”但我后来进来之后，才发现就是哦，其实电机系做的东西很多，而且人手一台，像是可能 HEC 啊，好，当然大家可能不一定拿 HEC 啊，但是如果像是 Apple 啊这种，其实你看到的像是他们的面板啊，或者它的镜头啊，或者它的各种元件啊里面的东西，其实几乎很多很多都是电机系做的，然后电机系可以说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占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而且你看还可以做这种比较看起来比较猛的遥控器。那我们系比较好玩的东西，像是首先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很丰富的系上活动。像我自己是打系男排的，那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，就是拿下台大杯冠军的一张照片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系有宿营活动啊，我们会跟那种就是女生很多的系一起办宿营这样。然后当然女生都不是重点啊，就是一个欢迎大一新生进来的活动。然后我们还有像是电机之夜，就是在电机之一年一度的电机之夜，你可以在上面跳舞啊、演戏啊等等，就是把自己的专长统统秀出来给大家看这样。然后你如果玩的是古典音乐啊，你还有电机音乐会；你如果玩的是摇滚乐的话，你还有电机野台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还有系上的烤肉活动啊，大家就是会穿着自己高中的制服，然后回味一下青春，然后大家喜欢拍一些很瞎的照片，男生穿背心，女生穿军装之类的。然后我当初还有参加社团活动，我参加的是台大的椰风摇滚乐，
那我高中是建中热映社，所以上大学就顺利继续打这样。然后大家可能比较有兴趣的，好，也不一定比较有兴趣啊，大家可能比较想要知道是关于电影系的修课内容。那其实电影系的课最基本的基本功，像是一些数学啊、微积分、几率、微分方程、离散、复变这种，然后他们是什么就自己去查。然后除了这些基本功之外呢，还有像是电机系。要学的电机工，像是电子学啊、电磁学、电路学、信号系统这样。但其实这些就是我都大概拿个60分或者65分吧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跟你们分享什么。但我比较有东西可以分享的是，我觉得就是我动手做学到比较多的十全二实验。然后在十全二电机系的十全二实验里面，有这个表上你可以看到电机机械实验，还有数位电路实验。等等等等，那我自己选修的是嵌入式系统实验，还有网路与多媒体实验。修这种实验课程啊，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激发自己的创意，因为你这种就是几乎都是要做 project。那你在做 project 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定要跟同学去想说，哎，有什么 idea 可以做啊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创新，做起来比较酷这样。所以你就算一直思考有什么可以创新，什么可以创新，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流程。然后除了这之外，你还要练习，就是你怎么跟你的朋友去团队合作，怎么分工啊？还有你怎么样，就是两个人之间不会吵架啊，或者三个人之间大家可以协调很好。那我比较想要分享的是网络与多媒体实验我学到的东西，就是网络与多媒体实验学的东西让我觉得，哎，这有一种真的是时下很夯的东西，也像是我们会学你要怎么自己去写一个就是 Messenger，我觉得超扯的。我那时候就是想说，哇靠，我写出来吗？结果就是我组员超照，他们把它写出来。然后除了这之外，我们还学习了就是怎么写 App，然后你大概可以知道一个 App 的架构啊，还有就是怎么做一些它的详细的分页啊，或者是动画啊，或者各种元件等等。然后你还可以学到就是，像是很多网站不是可以按 Facebook 的 Like 吗？或者你可以 share 到 Facebook 上啊，或者你可以 share 到 Google Plus 上啊，这种就是各个网站各自服务开的，就是功能叫做 API，然后你都可以学到怎么样。所以你以后如果想要架网站，然后自己想要创建这种功能，其实就是这门课都会学到。然后我们的 Final Project 我们做的是一个麻将小精灵，因为我们组员刚好都非常非常喜欢打麻将，然后我们做麻将小精灵就是。你在打牌的时候，把你拿到的牌就通通输入进来，然后你把对方打的牌就通通输入进来，意思就是你把所有这个打牌人会得到的讯息，通通丢到这个 app 里面，我们就帮你计算，就是该打什么，不该打什么，或者该听什么，或者不该听什么，这样，就是其实是一个做完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然后很有，哎，好像实践了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东西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，在电机系的课程，其实你是蛮不设限的。就是虽然很多课程你觉得学了会没兴趣，但其实同样，他也很努力在想办法要启发你。然后，所以我修完这门课之后，我才比较坚定说，OK，我修完电机系的课，那我可能发现我比较喜欢写程式，所以我就开始转换跑道。那但是你如果问我，我会不会后悔进来电机系的话，我跟你说不会，因为我觉得电机系就是在电机系给我接触了这么多东西的机会，我才可以知道，哦，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个。那除了就是电机系修课的这些经验之外，我还想分享一些就是我觉得在大学里面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，像是因为电机系到了大三、大四的时候，就都会很流行去暑期实习，然后就是可能会大家赶快投履历去给大公司啊、各小公司啊什么的，然后那时候很有幸的有一间叫做 Fancy 点 TV 的新创公司收了我，不过他们现在应该改名字了，你看它的 logo 很好看，这就是我去投他们的原因。然后就是，其实，在大小公司里面学到的东西会很不一样。像我有的很厉害的同学，他们在大公司，但他们会觉得说自己就没办法一展长才。他们就是学了很多东西，但是大公司可能就会交给他们很小的工作。但像我在小公司，我自己是负责一个 iPad 的 project，就是其实做起来会虽然比较累，但是其实蛮有成就感的，对吧？所以之后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实习的话，其实最好是要去实习啊。就一方面你比较知道业界在干嘛，不会学界跟业界脱轨啊。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去看看到底，哎，上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其实我觉得实习很有趣，而且那2个月可以说是过得非常非常充实，每天都就大概10点到公司啊，然后大概6、7点下班这样。但是我那个月就是
大大的精进了自己就是写程式的功力这样。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交换的经验，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一定要去交换学生。我自己去的地方是去法国的巴黎，然后去了一间学校叫做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minine，就是号称是一间女子理工学院，对啊，听起来很爽吧？但是里面男女各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去了交换学生之后，我学到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知足，因为其实你在台湾，其实台湾这是一块宝岛，就是你要什么有什么，然后什么都很方便。这样，你走出去门外有 Seven，然后干面一碗只要30块这样。但是在法国，就是你到了晚上，其实要买东西就很困难，然后你出去买的这些食物啊，什么东西都很贵这样。然后再加上你在台湾，其实平常有一些朋友啊、家人啊，然后你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其实大家都会帮助。但是你到了国外，就你就会发现，诶，我好像很久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把我所有的生活上的事情都视为理所当然。那你会发现，出了国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就要知道什么是知足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深层的东西，不是你有办法告诉别人你会学到的，而是你要自己体验。除了这之外，我觉得还有像是文化差异。像那时候我们在法国拍照的时候啊，墨西哥人就一直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台湾人为什么拍照一定要比二啊？”我也觉得非常纳闷。你看我刚刚照片也比了二这样，所以我觉得是很多文化上的冲击，像是他们对于国际观的定义啊，到底什么样是一个真的具有国际观的人？像我发现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跟我说：“哎，你知不知道中东的那个哪里哪里在战争啊，什么什么原因啊？”这样，他其实都可以把世界各个国家发生一些事情，就是大致上跟我讨论一下。那我觉得是一件就非常了不起。我说：“哦，我知道啊，中东那个国家战争好激烈，但我根本不知道谁跟谁在打仗的，就整个拉塞。”所以我觉得是，你大概更可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是一个正确的国际观，不是就是 Oh yeah, I speak English, yeah, we should back from say 这样就是你有一个国际观。我觉得是你出国看了，认识了很多人，像是我们跟其他交换学生一起去旅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，哎，我觉得真正的体验当地文化的方法是你走进一间小酒吧，坐下来跟你旁边的人攀谈，这是他们旅游的方式，我觉得超酷的。但我们台湾人旅游方式就是，哎，我们查好所有大景点，然后全部在一天之内把它跑完，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对于文化上认知的差异很有趣，然后像是欧洲人真的超爱喝酒，就是去的时候他们酒偏一样，然后每天 party 都要喝酒，他们说从小就开始喝酒，然后每次我们相聚的时候都要喝酒，所以我现在也要喝酒。然后我觉得，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，我觉得，他们感觉素养真的很好，像是他们在遵守交通规则这方面啊，如果有行人的话，他们汽车真的是98%都会让欸。就是有一次，我刚才刚到法国的时候，我就要过斑马线啊，然后我就发现欸，远方驶来一辆车，慢慢减速中。我那时候离斑马线大概还有5公尺，然后我靠，我刚好一来法国第一天就看到有车抛锚了，然后结果后来我才知道，就是其实他们都只是慢下来等我们过而已。就是其实你虽然离斑马线还很远，但他看到你快要到斑马线，他就会停下来让你过。我觉得这是跟台湾很不一样的文化。然后我一回台湾，然后我用的就是欧洲那个形式在走路，我就每次都差点被车撞，就会觉得，不知道台湾，很期待台湾哪一天可以发展成这样。然后我刚开始到法国时候的想法是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台湾之光，在那边念书，然后认真念书啊，不要成绩太烂这样。结果后来发现就是还是当个台湾观光客好了。所以不过这我觉得是大家可以自己斟酌的。然后我觉得，同样的是，你去交换学生玩之后，你可以比较将心比心，让你看到在台湾的外国人啊，不一定要是白人啊、黑人啊、黄人啊之类的，各种人种，就是我觉得你都可以比较将心比心，会去关心他，因为其实刚到那边的时候，其实非常无助这样。但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，就是到底出去旅行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？其实我觉得行万里路真的是胜过读万卷书吗？我觉得是啊，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你要先读过万卷书，你才会发现行万里路真的胜过读万卷书，对吧？因为你发现你可以印证，然后看到说你在书上看到的东西，那种冲击，那种对你的影响更是深远。我觉得更甚就是你只看书或者看图片这样。所以我认为交换学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经验，如果有办法的话，大家一定要去交换，然后强烈推荐欧洲。然后，所以，最后就是，
台大所教我的东西，我觉得绝对不光只是课业而已。哎，论课业，我大概没学到什么。就是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在台大告诉我，你要勇于追求。别人说了不行的事情，不代表你真的不行。像是你如果在台大选课的时候，你发现哎，你有可能选不太上，那你这时候怎么办？你就放弃那门课吗？其实不是啊，你应该是寄信给教授，或者是针对那门课先做一些准备，然后写一篇读书心得给教授，说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门课，这么想上这门课，搞不好这些都是假的，但至少你就把这些 passion 通通给他看，他就会觉得 OK，这个学生勇于追求，或者是像是我觉得像是我们之前在办营队的时候要调场地什么的，然后那时候一开始老板态度很强硬说，说哦我们不能借你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时间，但我觉得当你在努力跟人家协调的过程当中，你要告诉他你可以 offer 他什么。然后告诉他你心里的想法是什么？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告诉我要勇敢去尝试我想要的东西，我就要努力追到。我觉得这是大学教我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。还有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在大学尽量要学会怎么说不。其实我觉得这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就是学得很好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其实大学机会很多，你课很多，你 project 很多，你社团很多，然后你可以参与的很多课外活动啊，实习、intern 什么的，其实东西真的很多很多。但是你要怎么样从这些事情当中选出一个自己的 priority？我觉得当你选出了自己的 priority 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人生的事情是要有重要先后顺序，然后你按照这个先后顺序把它完成了，就会非常顺利。对。那其实我在就是讲完了这么多，听起来比较不，跟成绩没有关系的东西之后，我觉得我还是要讲一件很现实的事情，就是如果问我大学重来一次，我会不会再认真一点，或是我是不是会非常非常认真之类，其实我肯定不会太认真，就是我一定还是会持续蹉跎啊，然后玩团啊、打球啊什么的。但是我觉得，GPA 如果能顾啊，就想办法把成绩通通顾到80分以上，因为如果以后你想要出国念书的话，GPA 在80分以上真的很重要，是吧？所以大致上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，谢谢大家，请大家持续支持 IOH 哦。拜拜拜拜。